装入红茶，再用普洱茶调整甜度，最后倒进牛奶，甘甜顺口的奶茶香是陪伴许多高雄人成长的记忆。一个封膜的啦，它是高温去封膜，所以它会有产生塑化剂的问题，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用杯盖的原因就是在这里。华达奶茶业者坚持不放冰块，让消费者从第一口喝到最后一口，味道都一样。这会从高雄众多的奶茶店中被选中，成为韩国瑜就职典礼午宴中唯一的奶茶饮品。我也还是长一些美食的一些地图、一些秘，对对对对对，尝看看。对对对对，现在是第4站。我们所用的茶叶呢，都是经由它研选，所以在层次上所调配出来的风味会跟外面所有饮料店。 真的会有不一样。除此之外，这位在午宴中还有韩国瑜本人也来喝过的小雅芋头西米露。现熬芋头，口感超级绵密，加上大分量的西米露，根本是芋头控的天堂，荣登就职午宴高雄风味菜单之一。 还有前总统马英九爱喝的正老牌木瓜牛奶也上榜，以及知名早餐青龙居的豆浆，纯手工制作，不加任何果糖，带有古早的焦味，都是这回午宴中被选上的饮品。韩国瑜就职典礼也让这些高雄在地人气美食讨论度不断。记者蔡双吉、潘颖文高雄报道。